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由下图的立体图形就是这个图了，绘制出其三视图。好，这是前面的啊，前面定了以后，那右面就晓得了，上面就晓得了，哦，就是 x y z 嘛。哦，这如果是前面的话，这是右面，这是上面。我们看前面，前面的话，我们看上去的话，就是看到这个了。哦，就我们什么，我们会看到，就是哪几个面哈 ，A、B、C、D、E、F， 会看到这些面。我从这边看过去的话，主要是 A、B、C、D、E、F， 这是前视图了。哦，前视图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啊，再我们看呢，右面的，右面的话哈，就是这里有两面的，哦，这里有两面，从这边看过去的话，从这边看过去跟从这边看过去的话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这个的反面，这个的反面跟这个的反面，啊，还有跟这个的反面，所以你看过去的话哈，我们这样算过去的话哈。这里的话，这里是叫做哈，这样下来是一二三呐，一二三，哦，一二三的话哈，就是因为这里只有两个嘛，哦，就是两行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画在这里好了，哦，最右边的这三格的话，我把它画在这边，叫做A B C D E F 嘛 ，Z H， 啊，下面还有一个。G H I， A B C D E F G H， 啊，下面 I 就是这个的反面 ，I 的那个，哦 ，I 的这一面，好，就是 G H I， 然后这里的话是 Z， 所以是 G H 哈，啊 I， 啊 Z， 哦，因为这边是右边嘛，哦，右边。哦，就是我们是这样看过去的嘛，这边右边嘛，这边左边嘛，所以接在这里，啊 ，G H I Z， 啊 ，G H I Z， 啊，这边右边，好，那从上面看的话呢，看到哪些哈？看到这些啦，就是说 ，I Z K L M 啦哈，啊，这第一排的话是 K L M， 就 K L M， 然后再来的话哈，就是。K L M N 呐，所以是 K L 呢 ，M 呢 ，N 呐，哦这样子啦，哦这样子，啊当然哈，你要把这两排的话画在这里也可以啊，哦因为我们只用到什么呢？用到两行嘛，所以你要把它摆在这边也可以，那这里我们只用到两行，你要摆在下面也可以啊，哦就是这样子。哦，三视图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前视图，哦，这个是右视图啊。然后的话哈，这个呢是上视图，哦，上视图，哦，上视图的话，你要摆在两，就是下面两格也可以，这个你要摆到呢那个左边的两格也是可以的，哦，都可以，哦，所以答案就这样。然后这个答案的话哈。这是前视图嘛，那这个呢是上视图，啊这右视图，那你上视图的话画在底下这两个也是可以的。